嗨哈喽大家好，今天呢我们是在这个长南新街，对，这样子在这个后面非常的热闹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出去玩的话，我觉得如果有办法就是在一个地方待久一点，就是住下来啊，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。比如这个桥南新街，就是我们湖北老表，基本上一整条街整个海珠区就全部都是我们老乡了，非常有意思，就好像是移民一样，移到这边来上班，然后干活创业，接着呢就是可能到了夏天过年就回老家，你仿佛好像就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，非常的亲切，然后呢顺便就可以深度的体验一下当地的这种生活。